下集要甲咱介绍，即届我相信你李化威表现拢非常优秀，伊是甲建昌共故乡的，选即届选车饼，刷刷李化威员，我斗人，伊斗人，我妈妈嘛斗人，各位来欢迎，老建昌李化威来为咱加持一个感谢，谢谢。老建昌，四号的，四号的老建昌，四号的老建昌，拜托大家，拜托大家。感谢，感谢两位主持人，感谢咱来自山海所有建国最敬爱乡亲父老兄弟，大家加油，大家阿妈，大家好，大家加油，大家好。我是四号的，支持老建国，会当让大家事事如意，对唔对？对唔对？支持蔡英文，会当让大家大胜利，对唔对？对唔对啊？感动的时刻，落雨打滴，搁予咱济济乡亲对厝内底行倒出来。咱的期待总是希望台湾会当愈来愈好，不出八冬啊！这八冬的一百气，咱希望正月十六会当予蔡英文高票当选，加做台湾第一总统，对唔对啊？对唔对啊？对唔对啊？很重要，所以要讲三次。拜托时话，千万唔通放松，票若还未开出以前，咱都唔知道结果是如何。所以今仔日大家都愿意透风落雨，行出来这个所在，就是要甲蔡英文主席会当予伊加做台湾的总统。所以大家风雨无任何的阻碍。咱唔惊这么寒的天气，咱的信心坚持到底，意志坚定，阮的乡亲要做蔡英文最坚强的后盾，对唔对啊？对唔对啊？感谢，感谢咱姐姐乡亲时代，剩这最后这五天，我相信大家心内拢有一杯酒，而这杯酒内底，咱希望台湾会当愈来愈好，所以大家更加辛苦淡薄啊！无论如何，帮咱的小英主席催票、竞票、购票，和咱的票数会当和伫台湾的社会重视着福林人对小英的鼓励，最坚强、最感动的力量，对唔对？票哪会当摕了水？我相信。阿强，我轮到个人看无，对唔对？对唔对？美国嘛，较会甲咱信道，对唔对？咱耍的无大劲，咱也会当国会阁过半。咱第一件代志，就是要甲伊清理的东山。台湾也阁无够民主，全世界也无这款的政党。伫选举以前，你变袂东山，变袂人民的血汗钱。如果今天台湾的人民还不能觉醒，如果还不能让这样的恶质政党在这一次的选举过程里面，我们好好的清理他们，那台湾将会被世界认为我们是一个还不是民主进步的国家。所以我在这里要大家拜托，拜托大家，像我们的副总统候选人所说的，我们每一个都是台湾的英雄，我们要创造历史，我们要把台湾加入真正民主进步国家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对不对啊？台湾社会要公平和正义，咱就要赚一摆，咱无论如何，把咱厝外的乡亲世代拢甲收招回来。昨昏台南市长赖清德公开伫电视呛声，将讲大台南市就是要做蔡英文最坚强后盾。我要甲大家分林乡亲收招，咱分林才是真正蔡英文最坚强的力量，最感动的后盾，对唔对啊？对唔对啊？对唔对啊？你控诉你的时阵，咱也曾经做阿扁啊最坚强的后盾，所以阿扁也会当伫咱分林大赢八万几票，全国赢前两万几票，才会当连任成功。所以分林是一个关键的所在，
尤其咱厝啊，姐姐时代，不管如何，安怎就是爱甲叫转来。不管什么原因，不管什么款的状况，咱就是爱甲叫转来。小招小博，莫分你你即摆总统选举扮演着最重要、最关键的角色。好阿母，好阿母。台湾这么小一个岛屿，得到2300万人，全世界无这么小的国家，创到变六岛。六岛三星的磁吸效应，予分林伫顶年十月底剩无70万人口。这什么人制造的？这什么人布的？这什么人予分林人厝外比例愈来愈悬，永远袂停止。所以我伫遮要甲大家拜托，婚姻未来拄到挑战会愈来愈大，所以啊，一旦选到一个好的总统，看到这个善观，看到这款的情形，对咱有特别的支援，对咱的特别支持，婚姻才会当同齐让台湾做一件同齐改变。我阿母，我阿母，我阿母，感谢各位。咱最后拜托各位士大，无论如何，用咱的选票来证明，予全世界人看，看会出到台湾人伫这摆选举，大家遮尼啊踊跃，大家遮尼啊打拼，大家遮尼啊骨力，就是希望咱一直希望台湾的改革绝对袂当停止，改革不可能停止，咱要予一个会当准备遮尼久。会当讲所有伫全台湾行透透的蔡英文，会当加出咱总统之外，也应该要让国会过半，予伊会当真真正正来创造台湾改革进步的力量。好阿母哩，好阿母哩！感谢各位，剩五天，今仔日予大家真了辛苦，我伫遮再多搁甲大家。讲十二万分辛苦的心情，再度甲大家感谢。我嘛希望咱最后会当看到婚姻的大胜利，婚姻来赢，台湾来赢，台湾来赢，蔡英文来赢，国会来当过半。我阿母，我阿母，我阿母。最后，祝咱这个欢乐兄弟，山海一定要大团结，山海大团结，婚姻大胜利，所有婚姻乡亲，大家都有当事事如意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拍拼，感谢努力，感谢。各位乡亲时代，咱来甲咱这几冬内底表现非常优秀，受到高度评评鉴，最主要的立法委员刘建国来讲，是一个刘建国，当选，刘建国，当。刘建国，当选！刘建国，当选！四月，四月，刷刷，刘建国，感谢大家，感谢，感谢！当选，当选！这么优秀的立法委员，一定要让伊当选。咱即马现场超过12000位，咱所有婚姻的乡亲士大，感谢大家，咱是不是感谢大家哦？我们这。